这个呢，应该是 echo 一撇，哦，我这一撇啊，echo 一撇。那么，e，cosine 根号 x 再乘上它 e，那 cosine 根号 x，它获得 sin 根号 x。再乘上，那么二根号 x 分之一，是这样吧？好，下面我们再看，那我们说 x 趋向零，dx f e，cosine。根号 x，那就应该是 x 趋向零，echo 一撇 e，cosine 根号 x。那么 e，cosine 根号 x，然后乘上获得二分之一 sin。根号 x 比根号 x，同学们，下面获得二分之一造型，这个是等于一吧？这个是等于什么呀？e，这个，那就是 f 一撇 e。是这样吧？好，那我们获得二分之一，e 再乘上这个，负二乘上 e 负一，等于多少啊？是不是一啊？好，下面再看，例如，我们假设。这是等于 f(x,y)(x) 它等于 phi(y)(z)，要求 z 等于。y 的导数，同学们，大家看，导数也叫微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 dz 等于 f 对 x 偏导数啊，乘上 dx，再加上 f 对 y 的偏导数乘上 dy。那么 dx 它等于 phi 对 y 的偏导数 dy，再加上 phi 对 z 的偏导数乘上 dz。好，同学们，dz 等于 f 对 x 偏导数，那就是 phi。y 一撇 dy，再加上 phi z 一撇 dz，然后加上 f 对 y 的偏导数 dy。同学们，马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个。那就是 e 减去 f 对 x 偏导数乘上 y 对 z 的偏导数，好，dz 这个 f 对 x 偏导数乘上 y 对 y 的偏导数，再加上 f 对 y 的偏导数乘以 dy。
好了，马上我们就得出第这第一关，那就是 F 的 X 平导数乘上 Y 的 Y 的平导数加上 F 的 Y 的平导数除以一减去 F 的 X 平导数乘上 Y 的 Z 的平导数，这里面 F 的 X 平导数乘上 Y 的 Z 的平导数它不等于一。好了，下面我们要讲的那就是分段函数文法。好，同学们，下面我们看一下例六。我们假设 phi(x) 等于 x 平方 cosx 分之一。x 不等于零 ，x 等于零的时候，它等于零。那么 f(x) 在 x 等于零处可导令 f(x) 等于 phi(x) 以f(x) 的负函数。那么我们要求f 一撇零。好，同学们，像这样的该怎么做？那我们说大 F(x) 它等于小 F(y)(x) 应该等于 F(x) 平方 cosx 分之一。那么 x 不等于零，那么 x 等于零的时候x 等于0的时候，那么 f(x) 就等于0了。好，应该是这样了。大家看，现在，要求 f 一撇零，现在函数大 f(x) 在 f 零的两侧表达是相同还不相同啊？相同嘛，那我们就可以利用导数的定义直接求，那 x 向零，大 f(x) 减大 f 零除以 x 减零。等于 x 趋向零，那我们说 f(x) 平方 cosx 分之一，再减去大 f 零就是小 f(x) 吧，小 f 零除以 x 减零。同学们，这个小 f 告诉我们在 x 等于零处可导，是不是啊？可导就有什么关系啊？它减它应该等于负母吧？那我们现在没有，就可以凑。
echo x 平方 cosine x 减去 f 0除以 x 平方 cosine x 减 0， 乘了 x 平方 cosine x 除以 x。 好，这个前面这个就 f 一撇零，这个呢零乘上一个，哎呦，我这怎么搞的？哦，零乘上一个有限变量应该点什么呀？应该点零吧？好，所以就点零。下面我们再看例七。我们假设 f(x) 在 x 等于0的零以内，可导且有 x 趋向零的时候。f x b x 它等于二，那我们零 f x 它等于零一 f x t dt x 小于零 ，x 等零的时候，它是零。x 带零的时候，它是零 x sin t t dt。 要求 f 一撇 x 分到函数。好，同学们，它呢我们下面看，那么当 x 小于零时，大 f x 等于，那么小 f x t dt 在零到一上积分。好，看到它。马上想到做变量替换，零 u 等于 x t， 马上我们就得出，那我们说，当 x 等t 等于零的时候 ，u 等零；当 t 等于一的时候 ，u 等于 x， f u。那么 dt x 分之 du， 那就是 x 分之一零 x fu du。 好了，那么 f 一撇 x。那没什么说的，负的 x 平方分之一，零乘上 fu du， 在零到 x 上积分，再加上 x 分之一，这个求导 fu x。好，同学们，当 x 带零时。那我们大 f x 它等于 sin t 比 t dt 在零到 x 上积分，那么 f 一撇 x 那就等于 sin x b x。 同学们，我们说小 f x 等于零的时候，
大爱火设定零，你可千万不要大爱火定零了，它的导数也定零了，就糟糕了。这个现在函数在分界点 x 等于零的两侧，表达是相同还是不相同？不相同，那叫分别求。那么函数在 x 临界点的左右导数 f 一撇或零，那就等于 x 趋向零或 f x 减去 f 零除以 x 减零，它就等于 x 趋向零或，那就是 x 分之一，零 x f u du，这是零除以 x 减零，那我们马上就得出 x 趋向零或，那就是 f u du 在零到 x 上积分，除以 x 平方，那零比零用罗宾的法则。这个是等于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 x 趋向零的时候，f x 比 x 等于二，是这样吧？好，f 正一撇零。那就 x 趋向零正，那就是零 x sin t 比 t dt 减零除以 x 减零，马上我们可以看出，它应该可以用罗宾的法则。那就 sin x 比 x 等于一，所以 f 一撇零，它就等于一。综上，f 一撇 x，那我们写成分段函数的形式。好，下面。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例八。例八呢，我们假设 f(x) 它等于 那我们说 n 趋向无穷，x 平方 e in x 减一加上